你是谁？武当，张君宝。武当派的。八王爷果然是人中之龙。如果是换了其他大官，一定是大声叫“有刺客，有刺客”的。哼，你想要杀我，就不会这样坐着跟我说话。果然够胆识，怪不得你敢用逍遥王这种人将他收为旗下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直说好了。小弟平民一个。 逍遥王跟他的手下出来到处捣乱，搞得我跟我那群兄弟没有东西吃。那么巧，让我知道他是你的人，就找你聊聊了。江湖恩怨，我们不管。如果气到你头上，你管不管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逍遥王不甘心做个平民，他要做大官，他要做皇帝。不信你自己可以查一查，他除了帮你做事之外，还勾结了很多大官。 为什么？目的不用我再多说。好，我现在摊开来讲，我跟他有私人恩怨，我想利用你的力量铲除他，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你解决了眼中钉，我消除了肉中刺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你只要帮我把逍遥王叫出来，让我来对付他。你呢？没事做，插着手，张大眼，看戏。嗯，占尽好处了。